一关，来，我们请主谋介绍一下怎么玩。待会会分成两队，五对五，然后每次派出一位队员在游泳池的中间泼水。我不是说下棋吗？啊，对啊，不是下棋哦，棋没有开玩笑的、啊，没有，我们已经心理准备下棋了。寓教于乐节目，你不要这样子。身为一个主谋助理老师，讲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，小朋友会学。对，小朋友都说现在讲话不用负责任，可以随便改。拿起出来，拿起出来。刚中间休息还看着麒麟王，现在才刚播出而已。看整部，他们现在要转播，还有战略。对对对，他刚看麒麟王，看了整部啊，整部回来那时候看会下棋比较厉害。节目，这个完了之后再。在下棋嘛，好不好？完全不理我，没有准备道具啊！赶快说，快点，我要玩什么？每次派出一位队员在中间泼水嘛，四位队员在岸上接水。啊，接水！对，累积较多水量的队伍获胜，每队各两次机会。哦，所以泼的人很重要哎。泼的人很准确，泼的人其实超累，超累啊！泼的人其实超累，泼哎，泼的人超蛮衰的，对呀，就讲了，超后悔的，这没办法衡量。泼的人超累，但是比较无趣，所以他要转十圈之后再泼啊，还要转十圈，还要转十圈，对，十圈嘿。那是泼一个十圈，泼一个这样，对对对对，那会死，那会死，那我转300圈才泼死。没有没有，才30下，这样一下子转十圈之后泼给第一个接啊，怎么没接到？妈妈在休息了吧？哎，然后第二位要再转十圈，要再泼。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这样对，一次机会。哦，要转40圈，而且在水里也不好。而且第四个怎么会变成是不是水哦？是，那么夸张啊？有一些呕吐。那接到呕吐物也算吗？第四个接到八宝粥。哎，10圈很多，可能可以转慢，转慢一点。我们试过，5圈根本不会晕啊，干试过了。那你试一下公看哦，你们试一下看哦，小林姐都看不过去了，转一圈，然后聊天聊5分钟，再转第二圈，来分队，忽略，太多了，你根本没有试全部的人，我有看到，因为你的窗户很大，厉害啊，厉害啊。来分队啊！8圈啦！八圈啦！我刚刚有称赞，那小林姐个面子，小林姐说8圈就8圈啦，不一定是你泼啊，不一定是你泼，没关系，他替队员争取，每一个人转10圈我都泼。小林姐说我们都是好朋友，8圈嘛，8圈，8圈。哦，好的，好，小林姐发恭喜，谢谢小林姐。这边这个在那个，吵完了你们这边在吵内容的过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即时翻译。哦，什么了？哦 ，Google 小优怎么用？好厉害、哦！外交官，他翻译的非常棒，非常棒。但我是用 Chinese 翻译。那还需要翻吗？什么？我们讲的不就是中文吗？中翻中哦。Very special, right?中翻中什么意思啊？中翻中，中翻中没有，中翻中有腔调的不同。还在翻，还在翻，因为我们 ABC 比较会交流，你连中翻中这句话都在中翻中。哇，你好复杂。照顾国外的朋友干嘛？就在翻译中，懂不懂？中。那怎么分队呢？黑社会妹妹，棒棒糖弟弟当队长，猜拳选队员。你误会了，不是，是黑社会妹妹。因为我当初参加黑社会没选上的，你是讲反了，黑社会妹妹，棒棒糖弟弟。你是跟三个帮的，我们两个是一组的，我是队长，队长猜拳选队员。哇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。吓死你！是黑社会都以为自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擦防水的睫毛膏，我更漂亮。哇，我们是队长，我们可以选人。对对对，要不要猜拳吗？哎，对，石头布。哎呀，猜拳好小小，我选人夫哥。哎呀，先选丫头，丫头就是有赌运的一个，赌运的财运爷，财运爷要运动健将梦哲哥。你们要先预设好，要挑一个不怕晕的。对，因为要我怕晕到过敏，所以我应该要去仁府那，因为我是怕晕。对啊，对对对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可以在岸上啊。对啊，只有一个要转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鞋子哥的 ，OK， 第二回合要换人啦，不要都是同一个人拖啦，有两次机会啊，第二回合换个人吧，就是要两个要转的不同啦 ，OK， 换真的会吐，好来换，换真的会吐，还讲会吐还是我选啊，对对对。
棒棒糖妹，棒棒糖妹妹组，对，棒棒黑社会弟弟，好不少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站在最后一个。等到他们选完以后就是我了。那我们选 Sam 好，我觉得选 Sam， 我们这是 Man Power， 都先选男生。耶耶耶！都把男生。那边还有一个男生啊，小优。我穿比基尼。没有，你不是穿吊嘎吗？没有，是比基尼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他还吊嘎。为什么不选他们俩？他们两个很厉害耶。有吗？没有啊，他还好。他们两个运动型，我只是比你厉害一点点。真的没有很厉害，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。我想选小林姐。哦，确定吗？你真是没有，你是有赞助的，他是我们台湾演艺圈的第一代女子团体，城市少女大前辈呢。对呀，我先讲一下，来你们节目里面年纪最大的是几岁？你可能还。你不到，还不到，还没有啦，你没有，你没有。曾经有过最老的应该是冰冰姐吧？哦，冰冰姐是算关主，如果整集来宾是国冰哥吧？国冰哥，国冰哥比我小，国冰哥比我小。曹大哥嘞？曹大哥，曹西林，曹西林哦，曹大哥比我大一点。哦，曹大哥有来过，而且也是完整集的。那我第二名。耶！哦，你看这个状态，哪里比逼死所有女艺人，身材超好的。你跟小优站在一起，根本就是她像母女嘛。我是母啊！你是妈妈？我绑这样，我还是你是亲家母？我确定你是母的。后母后母，小林姐，我扛我扛。给你啊，丈母娘给你。丈母娘，丈母娘，我们这一团就是 man 到底，小优啊。但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原本下一个我就跟他讲说要选你，对啊，所以你们这一组都是选男生的，对，男生啊，对啊，那赵哥我是唯一没有穿吊嘎的，耶，很少看到男生吊嘎里面还有穿内搭，他比较注重上身，我这种蕾丝还吊嘎，没关系，我们很 man， 换你们这两位，两位，那我选青。哦！这组合漂亮啊！我非常相信我们陈子晴的眼光，因为他现在是企业家，他选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放在用对的对啊用途里面，疑人不用，好不好？那我请问一下，您选他是干什么？没有选我吗？有长辈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命运的好运，对，吉祥物。因为我离天堂比较近，不要乱讲话，乱讲话，老道。对，因为直觉是上天给你的恩惠，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直觉。但如果常常不准，那就是上天对你不是，因为我常常直觉就要选这锅啊，然后都5%，你可能会拜到中。我也都是靠直觉在走，上天真的不给你恩惠，他在惩罚你。赚那么多钱啊，他要我吃少一点，吃少一点。好，请问，所以总共是两回合，两回合，每队各有2次机会，最后看接水量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就会，好来 ，OK。